七，车辆驾驶员驾驶车辆沿道路由南向北行驶至事故地点处，因疏忽大意，车辆右侧轮胎压到路沿时，造成车辆失控，撞向 BRT 车辆站台。经鉴定，该名驾驶员疏忽大意，操作失误，酒后驾驶，致最终导致此次事故的发生。